今天观众非常的热情啊，是很高兴来到2023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。没错，这哎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舞台了，是第二次，来过两次了。哎，今天的观众我觉得比去年的观众要成熟啊，成熟。去年是一帮小孩，全是小朋友，小孩都长大了啊，小孩都长胡子了。这一年的时间长那么大，而且我看到了一些个熟悉的面孔，都 是很多都是跳舞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对，跳街舞的朋友。哇，孙老师，您上次跳舞是在哪年？是？你问我上次跳楼得了吧？我这跟跳楼不一样吗？我跳舞，从来没有跳过舞的人，没有、嗯、啊，站在这个舞台给大家说相声，无比的高兴。是，哎，特别高兴。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您说，我研究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内容。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听见什么了。关于咱们文学的，文化文学。哎，对哦，您说说。问您一个问题啊，孙老师。嗯，您认字吗？您这话说的怎么能不认字儿呢？认字儿，认字儿。考考您啊。您说，一个人念什么？一个人可不念人吗？一个人念人。对呀、啊。两个人念什么？念从。三个人念什么？念重。四个人念什么？打麻将。怎么打麻将都出来了？你要问三十人就是跳街舞，知道吗？废话，有四个人的字儿吗？当然有了，这个字念鱼。哦，念鱼。哎，各位上网查一下啊。我这长知识。念鱼。再考您啊。啊，您说。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口，念什么？念否。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用，念什么？这念甭。北京话，您甭跟我来这套，那甭。哎，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正，念什么？啊，歪。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要，念什么？这不知道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这个字念什么呀？不要。您这都研究的什么呀？这都姐，那有这个字，这个字念表哦，表不要表，其实就是不要的意思 哦，不要，哎，念连了宗了，哎，这是文字，是词我也研究，就这个词组，嗯，您研究什么了？呦呦呦，嚯，我发现你是漏电了，是怎么了？怎么这副嘴脸？你才漏电了，瞧这副嘴脸，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，是是是，就这个词啊，有的词儿，嗯，你打左边看，它是一个物品。打左边念它是一个物品，打右边念、是这个物品的作用。就您这描述能力我有点没听明白，你要不举个例我们听听。举个例子 举个例我们听听什么意思。这锅盖，锅盖怎么了？反过来念盖锅。哦，是不是？ 哦还真是啊，什么神奇。哎，神奇神奇，这个外国大哥您是一句都听不懂是不是？哎耶！哎哎，不然，行了行了，就您这地方英语，行了行行了。哦，锅盖，锅盖，盖锅。哎，那还有吗？牙刷，牙刷，刷牙。嘿，是是是是。门锁，锁门。嘿，风扇，扇风。你看，可以呀，多么的神奇！是是是是。哎，这都不算什么。这还不算，我研究时间最长的，您说说，就是成语，成语，尤其是四字成语。哦，成语一般都四个字儿。哎，是是是，成语有很多啊，啊，俩字儿、仨字儿、四个字儿、五个字儿、六个字儿、七个字儿，全都有。但是全都有。我研究最多的就是四个字的成语，常用四字成语，没我不会的，没我不懂的。哎，那我问问您啊，哎，您刚才说，不，您理理，您理理我行吗？我问问你，就是成语您都行？我都行啊。哦，那我问问您啊，嗯，您刚才说那锅盖那一类东西 啊，就这四字成语有没有这四个字说的是同一类的东西啊？四个字是同一类。对了，简单，您来了呀，简单，我听听。锅碗瓢盆。哦，还真是一类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家厨房有柴米油盐啊，一类。你的书房有纸笔墨砚，这是一类。你的院里有梅兰竹菊，哎，这好。嗯，你的人生酸甜苦辣，你看，
你老说我干嘛呀？就简单。还简单？那我再问问您啊，嗯，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，咱们这个当初学习汉字的时候，有这个汉语拼音。汉语拼音。您学过吗？学过。您说这就是汉语拼音声调全学过，一声平，二声扬，三声拐弯。你看，你看。都学过，都学过。那我问问您啊，这成语四个字都是一声的，这一声平。哎，这薛微有些难度啊，这个。呦呦呦呦呦！薛微有些难度。您不是厉害吗？您来吧。偷偷摸摸。偷。偷偷。真刀真枪。啊，真是。哦，真真。慌慌张张。慌慌。哎，还真是啊。都是一声。可以啊。那那二声的有吗？张嘴就来。嗯，二声扬，二声扬。梅兰竹菊。梅的摸一梅梅。哎呦，还真是。亭台楼阁。哎，是急于求成，还真是真是明明白白，呀呵，张嘴就来，张嘴就来，那那都是三声的呢，有板有眼，有有，躲躲闪闪，躲躲，哎，真是是，正好四声的将是那个，浩浩荡荡，哦，断断续续，还真是啊。说说大家 啊， 啊，大家的舞蹈浩浩荡荡。这么着啊，增加点难度。成语不是四个字吗？四个字。这四个字啊，一个字一个音儿。什么叫一个字一个音儿啊？哎，一二三四声都得有。都得有，这四个字全都得占。一二三四。你陕西的是吧？一二三四。我听出口音来了。哎哎，一二三四，他说的对，一二三四。行了行了，他这不行，这数数不行，成语，得是成语，这四个音节都有的。好，那就说您，嗯、说，哎，别说您这个人啊，您别，您别说我啊，您听过相声都知道，这逗哏嘴里说我们没有好词儿，对吧？说自己，说自己，我听的有什么词儿？说，行行行，说自己，说我这个人的啊，你还是个人啊。他们乐了，说我这个人啊，人光明磊落，我台上的节目是经过千锤百炼，哇，还真是四个音哈。哎，我是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，哎哎，一二三四声都有。哎，行了，一到说自己词儿都是好词儿哈。我本来要说您啊，本来要说您，这都是用我身上的啊。那这么着，现在说我，现在说您，趁热说我，趁热说您好，现在夸我，说您这个人呐、啊，我得开个心，嗯，虚情假意，说您这个人斯文扫地，对，您就这有特别多的阴谋诡计，我就不是好喜欢灯红酒绿，行，可以了，经常用一些雕虫小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偶尔飞檐走壁。我飞得起来吗？我还飞檐走壁，我再掉下来，我这都什么词儿？这都是，您词儿不怎么样啊？对，押韵了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无形当中押韵了。是，也是自己没留神。哎呀，美什么呢你？高兴吗？说相声高兴吗？高兴归高兴，碰到这么好的观众高兴吗？是是是是是，难得有懂你的啊。行了，您别说我了，这词儿不怎么样了啊！这不是我的最强项，各位。怎么什么意思？不是我的最强项。您最强项是什么？我的最强项就是你给我说出一个成语来，我按照你最后一个字接着往下说，一直说，然后说着说着，然后就反正就是一直说。这么着，嗯，我想一个词儿，一个开头的词儿，再想一个结尾的词儿，嗯，怎么样？行，这样有一个局限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因为咱们这是新年，咱们就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开。啊，完了是过节，咱们就万事如意结尾，万事如意结尾，对，好，行吧，新年快乐，乐乐不思蜀，啊，乐不思蜀，好词儿，嗯，形容的地方好，蜀蜀钱高兴，去去去去，财迷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成语吗？这个蜀钱高兴不行，蜀钱高兴啊，不行，姓岳的棒，没听说过，姓岳的棒讲话。数钱高兴就不行，那不是成语。成语说成语，鼠目寸光。
哎，这有光，光明磊落，落落花流水，水水到渠成，成成千上万，万万事如意。哎，可以啊，我真想跳一段。哎呀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您这是永动机吗？扫地机呀，这是。拿我，拿我找一词儿，怎么样？拿您找个词儿。往下接着说，还得是万事如意啊。可以啊。嗯，拿我找一词儿。哎，心宽体胖。哎，你看，一看你就没有文化，没有文化。我怎么没文化？那个字不念胖，那念盘。我还心宽体盘，我还得盘着那儿。盘。就跟你是盘在那儿的。哎。哦。那盘，来盘。盘盘盘，哎，那个字也可以念胖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不行，不行，胖头胖脑，我就没听说过。盘，你说的盘，哎，盘，盘龙卧虎，盘龙，行，虎，虎视眈眈，单，单枪匹马，马，马到成功，功，功成名就，就。就事儿论事儿，事儿，事与愿违，违，为所欲为，违，为所欲为，违，为所欲为，你是有点为所欲为了，你三遍了，回不去了，你太为所欲为了，为所欲为，为人师表，表，表里如一，一，一事无成，成，成千上万。万事如意。虽说这为所欲为说好几遍哈，但是也说上来了哈，开窍了，我开窍了，我发现啊，有窍门，有窍门，你只要绕到水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水到渠成，成千上万，万事如意，只要到水就行。哦，到水就行。哎，到，你一说到水，哎呦呦呦，就能整到万事如意。是是是是，窍门，窍门哈，行。我让你敲门，外国大哥，您来一个，您来英文也行。那什么，滋儿，滋儿，也不知哪，这是哪个字母发出来的？滋儿滋儿冒水，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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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行吧？紫气东来，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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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行行行，滋儿的一声，滋儿的一声，什么？滋儿的一声。滋儿的一声，哎，声东击西。那西，西瓜有水没有？不是成语了。西是宁人，哎，人，人无完人，人，人无完人，人，人面兽心，哎，心，新年快乐，乐呢？乐不思蜀，这说过。数钱高兴，是。哎，我好像说过。多新鲜呢！鼠目寸光，哎。光明磊落，是落花流水，水到渠成，成千上万，万事如意。你说回来。